写的清清楚楚，哎，娶妻纳妾也好。你是五 S 吗？是不是五 S？ 你给我看看。喂，哎，我这没错。是五 S， 因为他这有一圈儿，你知道吗？照相的，照相的。合作一回，唱一回，是啊，合作您还知道吗？刘我这是给人讲剧情的，知道吗？谁跟你，谁跟你？不是你们这个剧种要这么亲民，能绝了？你们什么演员这？黑色的不好看，你管着管着。人家说这个，你怎么剧情就你说你，我拦着你说了。废话，我这说不下去，我的要狗腻了就开始，真行着呢。他不是说鬼故事吗？谁跟你说鬼故事了？咱这不唱戏吗？哇，还唱戏了？压根就说唱戏，我这不介绍剧情呢吗？全都忘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对对。千金全套对不对？这戏行行行，是这剧情故事，唱不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唱不了？你甭管怎么说，唱不了。那你早说呀，我都说完了。我来的时候比较匆忙。什么叫匆忙？我没带着我的装备呀，怎么唱？什么？啊，没带什么？就你们行话管它叫寿衣。你们行话，就是舞台上穿的花花绿绿的，中间绣个大煎饼，里边有什么鸵鸟啊、皮皮虾啊、带鱼啊、什么跳蚤啊，这些。您是吃惯了干水的吧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叫行头。行头我没带呀。相声舞台也没有行头啊。那怎么办？咱就不穿了呗。行，打刚才我就觉得热。你等会儿。你过来。你说，你到底干嘛的？帮我。你干嘛？你脱什么衣服呢？你说的不穿了，谁说不穿衣裳了？我说不穿行头了，就穿这大褂唱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，就穿这个就行了。对呀、啊，嗨，那你解什么扣啊？那你说清楚了吗？我说的还不清楚啊？手还真利落啊，解俩了都。